会勤力了很多敷面膜，因为即皮肤可能会比较干啊，或者是有时想 keep 住你化妆想贴一点，所以可能早晚都会敷面膜。咁我最近就饮，即本身已经饮好多水嘅，但系而家可能一支水里面你会加几片柠檬落去咧，就希望有排毒啊、美白啊嘅效果咯。但系我觉得笑容其实一个人只要你系发自内心笑嘅，就人哋一定感受到嘅。咁我自己就即本身系因为中意笑，所以通常见到人啊或者影相咧，第一时间就会系笑咯，露齿笑，咁就会即我会觉得我自己嗰一刻系最开心嘅。咁我亦都希望见到我嘅人，都系一样，即感受到咁开心。